吃去吧。这些肉有可能不够，这些肉不够。你这是炸酱啊，还是炸肉啊？呀，老东西，你到了大酱了，你不等我，你不叫我一声。哼，他还学会了，不用他。来喽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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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个大黄瓜呀！是我妈说，儿子，你要实在吃不下了，你就先拿黄瓜这个蘸酱吃。咸不咸？不咸，贼好吃。我们之前过班开了炸酱面馆，夏天加冷面，冬天加牛肉面。好吃。我刚才说给我爸出钱开个炸酱面店吧。这都是让集训吃的。是哈，这个酱做炸酱面真是赔了。你这个赔电话儿都别扔在往死里搁。假装从他闺女看炸鸡店的赔子哟。你给的量太多。造福学生，造福好多年。看人家学生都是这个放学的，饿了孩子，哎，拿走一个，我给你家人都赔鞋赔。你饿了吗？饿了孩子，快拿走一个送个汉堡，我们就天天这样。胡说，太香了。嗯，胡说，我发要上天，二号选手我妈放好了，尝着呢，儿子吃去吧。一盆我已经吃成这些了，藕盒还有茄盒。哎，我不接受，很多肉。我爸说拌老虎菜了。好吃了。哎，只要我妈刚才看我那表情，肯定说变成这个死样子。你这个损样吧！刚拌好的老虎菜。你妈我不用筷子，你非得造，一会儿都崩脸。我爸有一年炸元宵，那元宵生着他就往里放，崩的满脸。我小时候我就记着我妈那个脸上全都是水泡。你干什么？烫死我了！我来，我妈，啊，不会用筷子，你可得要命！我妈都扎马步了，全是肉，那叫肉。再来一份酸，味的很，味的很，味的很。嗯，老了。这个毛葱啊，吃的时候很小心，辣的味儿都有点，咱吃半头大蒜了。吃看我的意大利面来了，谁要点儿？我吃不了，吃完了。你怎么过得黑比较光呢？看我这个，
老伴儿，你要不要我这个？不要。咱也差一个。他不想吃什么，他能找一万个借口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我盼除夕这顿面条盼好久了。那是我要的，嗯，那你爸干。你敢吗？你闺女要吃面条，比如说问有卖面条，你敢不敢？我那会儿就是我炒了一个菜两个菜啊，慢慢的不着急。哎，身体不好，慢慢来。哎呀，咱不要求这些，快咱其实让你炒菜吧，就是让你找个乐的啊，咱那好慢慢好，哪也恢复那么快。中午咱俩去买菜去，全都全都拎着。那我不拎咋整？我整皮在那恢复不行，我伺候你强。妈的。一会儿啊，稍等两分钟啊。好吃，你吃完了？哦。啊？吃饱了吗？哦。再来点吧。嗯。哈哈，都是饱了，不好。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眼睛更没了，现在在我这儿看了，就像拿两根那个条子苗给你拉上去。那我估计也死老这儿。他来的人应该不知道吧？我这都像脚后跟的。妈，你刚才都没卡黄瓜丝儿啊？不要，我给你两根啊。谢谢。嗯，吃了。来的想吃吗？给你煮一下啊。嗯。你慢慢吃吧。嗯。啊，做菜吗？我这两天看那些就是滑雪呀、啊、啥的，我总跟我妈说，我说妈觉着我也能行。我妈说，我把你脑子学枪子里。哎，肯定我还怎么玩？那玩意儿是屁股碎才能玩的吧？小时候差一点成为一名飞车迷了。摔的，一天摔的腿就净巴了是吧？嗯，我估计你练的真是好。三岁的时候穿个板鞋，两米高的那个围墙上都能爬上去。抓大鹅，抓大狗。那狗烦的，我就给你个尾巴，那它真的它这样瞅你了都。你看它拿个棍儿把那个你爸一家那大鹅子给撵了，哎呦我的妈！那现在多大点儿啊？哦，才几点儿？没见过那些。我估计好像看那个牛，哎，这大黄狗真大。给我乐坏了。狗烦我吗？还是我烦狗？狗烦你呀、啊！你给戳进的，还是狗老厉害了。哦，那个狗还冲的冲的多。同行们会怎么看他？鸡怎么看他？大鹅怎么看他？一上硬座吃了，哎呀最好，哎呀最好。什么好？硬座好？他没坐过，他可不，这家伙，嗯，那我估计从这个顶上翻那个顶上，这还给气走了，再跟我玩会儿，玩会儿。有个老头老太太，你屁股找你人咋就吃呢？哇！庆祝这一时刻，太牛了，太厉害了！蘑菇炒肉，前两天不是一直都有这道菜吗？火腿炒粉条，哇，泡的大包。太厉害了，辛苦了。辛苦啥？天天你给你妈做，做的你妈都是胖的跟猪似的。还有这个吧。嗯。好、啊，从这儿有一个，嗯，那个。你看他不要你的，他不要你的，他就要我的。永远别吃我做的饭啊！你跟你闺女走啊！
家不要我那个毛虫。你说你要他的毛虫还要我的毛虫？那你的你口是心非，还是你闺女那个真正香的。你在之前听到你的歌，还有一盒呢啊，儿子。蘑菇能让你吃了粉条都的呢？是吗？挠挠。嗯。都这么小哈。这个是橄榄枝。哪个？吉祥物上那个。那都是一个。嗯。不能总喂鱼。不是，就是上午12点之前喂，12点以后就不能喂鱼了。谁说的？那就撑死了。谁说的？你知道为啥说咱俩一起买的鱼，我的活的时间长？我就那么喂的，见着鱼就想挠两条。我想起来个好吃的，我想起来一个好吃的，啥？不能说，不能说。为什么？给小王吃。你过分吗？就跟那傻狗似的。我家原来养了一只狗，我爸管那个狗叫傻儿子。其实那个狗的名字呢叫大傻，我妈每次骂我，大傻都长得双眼薄皮的那大眼睛。他笑都消化不了了。我刚睡着，看到这人在地下唱歌，帮你唱歌，没吃药，跟你。我就听了他在屋里跟天猫精灵对话，太好吃了，好吃啊！你串料我好吃，他还有串料，有。人家刚跟你爸那个买了一袋，我俩准备吃烤肉的，那你准备之前吃不吗？妈，我刚刚洗了个大澡，哎呦，给我搓的哟！看我的下午茶：车厘子、草莓、花生、瓜子儿。就差几个老太太跟我唠嗑了，我明天就疯了。我爸刚才说的，你付面包了吗？我说付了呀。他说，那你怎么跟你妈不一样了？你妈付的时候那么吓人。你说的。我这几天养的白白胖胖，感觉头发都多了。说到头发，我妈昨天说咱家孩子从小头发就不好啊，小时候就长三撮毛。哎，你看过哪吒了吗？你就快闭嘴吧，我没看过。你这两头有，中间有一撮，后面都锃亮，我给你就可以当镜子照。我求求你了，就是那一年春节，你说我像求千尺，他们才叫我求千尺的，真是够了。啥？不服了，服什么面子？都笑掉100回了。吃苹果。哎，为什么今天又开始拍视频了呢？是因为家里来客人了。天哪！我吹完头发，我觉得我太好看了。来，给你们看看今天晚上的菜：大虾仁、小河虾、大鹅腿、肥肠、羊肉。鱿鱼，那是你爸给他姑爷子留的两个最主要的菜是啥？肘子和四喜丸子，去一边去吧，不拍了。那个肘子，因为我爸买的晚了，所以三十之前只能买着一个大肘子。我那天啃的时候，你们看我抱着一个大骨头啃啊，可香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就给我留了一个骨头，肉都剃走了。说要不毛子鱼来了没得吃，四喜丸子炸了8个，就给我留了4个小的，当天吃了，剩4个大的，今天吃。超大的包子。这么老大，我今天走了吗？王子云今天就来接我了。我婆婆嘛，知道我爱吃她做的包子，所以昨天晚上现给我蒸的。昨天晚上就给我发照片了，因为晚上蒸完了之后要给它晾凉嘛，然后今天包起来才不会囊。而且，他知道我爱吃猪肉大葱的大肉粒的那种，嗯。
块肉，就大块肉有点老老宝贝，好大个儿啊！哦，好粗的，真是真厉害。哦，喝水了啊！在这个画面叫什么？叫我是两个妈妈的宝贝。这个虾今年真贵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包子，我爸爸还给我炸的面鱼儿，给我猪头肉吃。我昨天跟婆婆视频的时候，就看着这个包子没蒸的时候，哎，那个样子够馋的，就刚刚到，不管凉不凉，不管热不热，没时间热，立刻吃一个。可是用黑猪肉呢。我看我能不能帮我忙，我等会儿再吃。哎，你帮帮我，能不能帮上我？帮不上。我可以打个下文吗？要不怼个蒜啥的吧？你年年来家里怼蒜，我烫烫手啊，怎么办？不用，等着吃。你这边我尝一口，我都会好好喝。儿子，你尝这个小虾好吃的，不吃吗？吃完了一会儿，妈妈还在做炸呢。你不回来，他们都不给我上这么大的盘，都是小碗的。你这个东西拍到视频里谁信？长得好的是一大盘子，是我能吃的吃的吗？我爸拿我练手，上次做的大鹅他说不好吃，这次给你做另外一种。泡泡羊肉。在我的极力劝阻下，我甚至都用上了你不做明天我就带走这种话，才从十八个减到了十个。辛苦啦。哎，我妈辛苦了。辛苦了，爸爸。这一声爸爸辛苦了，妈妈。他嫌我膈应。来，干个杯吧。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！不新年快乐了吧？不也都发来吗？没出正月都是年。哎，啊，不用，我觉得我吃不太着饭了。这咋吃？我吃太多吃饱了。想吃啥吃啥。好。慢慢吧。哎呀，有点顽固。那么顽固。哎呦呦！儿子们够了吗？能，来好了。省得我闺女好像失宠了似的。我失宠。啊！太好了。老师一会儿发虾啊！今天这肥肠炒的不好吃。嗯，跟上次差一点，但是也好吃。炸硬了。炸硬了哈。我不好，我不急。嗯，不是，也好吃。给孩子点纸。你不是没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好吃了吧？更好吃呢。嗯。大鹅比那个比上次炖的怎么样，儿子？不好。我炖的。上次好吃。是的，好吃啊。上次好吃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哎，这不是我爱吃的骨头吗？这不自己找我爸爸切丝的。哎呀，这个。哎，我的儿子，筷子，没事，他真的都撒皮上了，没撒皮。你啥玩意儿皮呀、啊？腿的皮上了。我还寻思盖个啥玩意儿呢？那天你跟人吃面条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腿坐的那个、这个地方啊，我就听嗷一嗓子，我差点把我手指头给切了啊！我一看一碗面条扣着大腿，反正我肯定在厨房。好儿子。嗯，这个五花肉啊，说起这个五花肉，他把边上肥的地方全都这两天切着给我拌肉吃，然后说给你要留五花三层的精肉给你吃。那我多吃两盘。这一个正月啊，你媳妇儿啊，真是气坏了，砸自己碗了呀！我们之前没吃这么大的。
不吃，只能吃馒头。太好了。这是我干的。俺这搁点蒜泥，肯定好吃。嗯。蒜不够，还没再给打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俺这给的花多好。搁燕麦好吃哈，嗯，咱俩终于知道这里的米到底是什么米了哈。燕麦，看到它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你要把家给我搬走吗？我在收拾东西了，看我眼皮哭了。儿子，哎，给你偷藏一个酒店壳了。没有，我就被你整在这点上，你看多好看呢。哎呦，吃不了带走，来啊。我妈说这叫滚蛋饺，说普通饺子太普通了，让我给你吃大的，大滚大滚蛋，大滚蛋。我家招牌的皮蛋豆腐，就这样捏碎吃，可好吃了。肥肠、蒜苔，吃吧，吃饭来。哪个都过这儿？你嘴里有啥？我这有，这有。呀，色香味俱全。给一个纸。哎，我来一个。哎，我过这儿了。怎么那么费劲削好的？这叫技术，我跟你说，一靠谱，可不谦虚了。还有德州馅儿，哎呦，这个好吃，快来，哎，挺好，好吃是吧？嗯，要热乎的更好吃，干凉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家的粥得这么吃。嗯，把它拿。嗯，哎，你干啥干的？我不怕。你别以为我没发现，我妈剩了一小碗剩菜，不能让她吃这个，我把这个吃了。辣呀，儿子，你俩吃肉，这好吃啊！我爱吃你俩做的菜。这多少天了？你说，这哪天剩了？昨天，昨天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汤都看着就老好吃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等他回来吧。爱吃的话，咱们快递有。嗯，那不用，不用。你以为我妈没给我快递邮过包子、韭菜盒子这些吗？邮啊！泡热汤吃。我家不。就是我家独门吃法。你能小小的两吗？反正我不行。你们都不懂。爸，我这样吃是好吃哈。真是吃法。那你的意思真是猴吃韭菜盒子？我挑小点，没有大的，咱没有大的。我吃几个？三个。你也不行啊。我又不是第一天不行。这他妈谁弄的那个排骨？这能吃吗？我妈炖的呀。他们怎么可能？你可能。哎。喝个肥肠粥，肥肠粥是啥样的呀？把肥肠放到锅里。儿子，来妈给你盛粥去。你闺女走了以后吃素啊，一块肉都没有。冰箱里有干啥？我冻的呀，我不往外拿呀。我给夹手呗。你夹手咋的呀？我不让你吃我。威胁我，你看，我还敢揍你呢！威胁你算啥？他没个好嘚瑟，他在挑衅你。一会儿我走了，没有，你要你走了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可能装了，我跟你说。他就不，他就当小猫。没有，他在这装啊，我不舒服。哈哈我妈给我带羊肉。刚才我说这里面都有啥，我妈就拿出来给我看，还偷偷摸摸的，突然发现里面还夹带着五花肉。你
你还夹带，这一根你也要夹带，你真是，你不要塞了。你看这一根，妈妈不要，我就垫到这儿，不要。放不下，我咱家冰柜都放不下了。看这一箱是我妈给我的包子，这一箱是婆婆妈给我的包子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行了，走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！别坐，别坐。快上去吧！你下次回来爸不更好？嗯，你这次就可好了。家里没事哈，不能哭，告诉谁去？我本来想着这回不能哭呢。不哭不哭，咱不哭不哭不哭啊！不能哭啊，咱不哭，开开心心的。妈不告诉你，开开心心的啊，开心好事多啊。好了啊，不能哭啊。嗯，就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二次元爱，拜拜。你瞅这个就一只眼儿，也行，好吧，回吧，妈妈，回见，再见吧，回。我妈后背上就开始。我记得那次最后不是拍到我妈抹眼泪了吗？我都不敢拍了，我看一次哭一次，掉头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虎虎生威。爸爸妈妈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